宅叔上场歌，不行，晚点结束杀，好啦，关台后去剪个片，礼拜日要传，不然六日没有影片，好亏。老威，安那个梦，精密工程站。改分类耶，他是我，他当你是我。怎么了？这么忙？这么麻烦，哎呀，怎么做啊啊？新的职业，对，看点到单人里面，怎么只有我一个人？附近有，我说今天打歼灭没错啊，啊冷嘞，自己一个人的歼灭工程站，自己一个人，自己挖核心，自己守护核心。哇，我挖了100下呢，好棒哦！太孤单了，我还没死过哎、欸，我也没杀人哎、欸。对啊，是宝宝，进来，宝宝，你今天好好奇哦。今天好好奇啊！怎么？你要骑包包？对啊，因为那个、冰原在冰原叫包包。哎、欸，还有企鹅哦，今天抓了好多次企鹅。你怎么抓我啊？他逃跑的时候用嘟嘟跑，嘟嘟贴着你。好可爱哦、喔嗯，超可爱。我还没遇到，我才刚打完猛牛而已。哦，这个血量有点……我跟你说，我连进都还没进呢、啊。他说你连下载都还没下载呢，载完了啦。哦。哎、欸，刚才边看职业介绍啊，开台喽！你要先选那个职业才可以。我选了，然后再点右边那个，被电了。右边被电了。被电了。点右边什么？你贵族旁边有个红色点，你有看到？嗯，这是 bug 吧？是吧？你看，这就这是 bug 啊！以前没有这样，以前是我们点哪个点，它就是会更新，现在会更新。叭叭叭叭叭！干我什么事？我拿到不吉祥的东西，不吉祥的东西，这很吉祥，因为你改错字了。吉祥如意吗？对啊，之前是说什么恶作剧，现在变不吉祥了。好，我们今天歼灭战有新职业哦。嗯，贵族，啊，我们来看看贵族的职业介绍。哎、欸，怎么他是显出突袭者？这是不是 bug 啊？啊，贵族的介绍，查看贵族介绍。哎、欸，他怎么显示守护者？哦 ，bug 啦！守，哎呦，哎呦，
你要点到那个职业选下去之后才能看介绍、哦，还可以看介绍，莫名其妙。一个尊贵的存在，在他旁边感觉很荣幸。附近队友十秒内抗性一回复一，感觉还蛮厉害的、哦。是被动吗？哎、欸，对，打前线都很厉害。这个是怎样？他持续都会有那个被动，是不是？对，十格内的被动，哦、他有。他有一个被动跟主动技，嗯，对啊，被动就是十格内都有抗性一回血一啊，主动技的话就是给吸收二六十秒，嗯，就感觉很强哎、欸。我问一下，十格是半径还是直径？半径，半径很宽哎、欸，十格很远哎、欸，很宽哎、欸，还蛮对、哦，半径十格啊、哦，很远哎、欸，从我的哈基这边都有哎、欸，对啊，很大的一个圈。从我家到他们家都可以了、欸，对啊，从台北到高雄、欸，哎，太远了，太远，太远，太远了，太远了，从地球到月球都可以了。我有是从行天宫走到外太空，行天宫走到外太空。好、哦，今天也有包包，我要来虐杀全场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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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法，无法，我做菜。他的歼灭已经纸上谈兵五年了，就为了歼灭。天哪，军师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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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哈基被修正了。哎呦，慈姑宝典，慈姑宝典。哦，改本内容吗？对对，现在死亡会直接把技能冷却归零。哇！现在死亡扣三等，还不错啊，不然原本等级归零很尴尬，对吧、啊？而且、欸、技能冷却归零，所以就可以洗技能。可以，其实你要一直死掉，一直死掉就可以洗技能。嗯，所以这也是个技巧啊。嗯，新增大奖道具，职业道具现在可以用铁簪合成。哦、嗯，不自信就可以了。我变弩了哦，弩的话感觉很强哎、欸，还可以贯穿，贯穿，贯穿。现在其实在马上死掉，不会在原地复活。哦，之前有这个 bug 哦。对，我们还不知道这个 bug 哎、欸。对啊，我们都没有听过。哦，好像我好像有一次。对啊。这么狂。OK， 那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到。游侠的专属武器，哎呦，有弩了。嗯。嗯。嗯。敌人的背后，而、是戒符棒。哦，是哦，刺客结界师被 nerf 棒哎、欸。刺客现在有主动技能，就是直接二十秒隐形，会有粒子效果吗？这也不错。然后哦，结界师现在召唤的是戒符棒，对、欸、对，所以那个戒符棒也会打人吗？戒符棒不会打人。哦，对，不会。但是就是可以让对方可以拆掉这样子。对，他只对自己人用，自己人而已。了解。他是缩起来的吗？缩起来的是比较烂的，那有强化的那个打开来的，他的结界是打开的。嗯哦，强化结界就会凸起来，酷哦！还是他看到谁就会，敌人会凸起来吗？就是会攻击。嗯哼，对，不会。你要确定他会不会攻击啊？会攻击，想说那很强。如果有一个攻击，不会攻击，不会攻击。如果有个攻击结界的话，好像可以这样做哈。嗯，攻击他，可是其实有点帮助对方，被打就会飞。嗯。骑士现在没骑马，不会再虚弱了，只剩缓速哦。所以那个刺客的隐形会有粒子效果吗？我记得我是调没有啦，我看一下，我看你确定一下。但是装备你还是要自己脱。OK。提示眼 buff。看看结界师有没有可以偷看到新的强化技能。结界师哦，看一下。啊，对，那个刺客的隐形是没有粒子效果的。没有粒子效果，那蛮强哎，那蛮强的，很强哎、欸，但是只有那几秒。嗯，哦，结界多的砖。你说刺客怎样是没有粒子效果？对，他的技能，他的技能，刺客的主动技能隐形二十秒是没有粒子效果。好好好好猛、喔！跑那跑跳跑跳那个地上会显示那个酸，那会会会那个还是会就是會有泡泡身上的药水粒子没药水粒子不会没泡泡了， okay. 然后结界师的那个强化技能就是用很强哦，红石砖就变成是砖的啦，用砖的就变成是强化的，嗯，强手强攻哦，强力结界好像很猛，强啊，哎，强无敌，试试看啦。
好吧，干啊，很赞啦！啊，打架打架！今天随机分队，波波我带的，我今天跟他一队。好啊，啊，来啦！居然好，这是嫌弃吗？没有没有，我超爱的。三打波啊，那个同队伤害开启。没有，不要这样嘛。没有，我超爱的，我超爱跟你玩哦。干死！其他就不变哦。好好好，这分东西选职业去。好。四个人是不是啊？对啊，嗯、对，会有点这样感觉有点难分诶、欸，是不是？对啊，然后一个一定是一个是守护嘛，一个守护，一个矿工啊，就只剩两个位置。矿工啊，如果要看之下看他什么打法，要刺客吗？还是我们就打杀人？你试试看刺客好了。我想看看那个二十秒隐形没粒子效果是如何，想看一下。那我看会不会实用？我来游侠好了。嗯，因为感人少的话，感觉贵族很劣势，他只有八颗血。对啊，那个人多才比较好啦，比较多。嗯，选骑士。其实你放一大堆木门，他就死了，自己爆炸了。对啊，他进不来了。他要不要一个开门？那巧克力身上会那么脏啊？他很脏，你看他身上，他有那个粒子、欸、对，他身上有粒子效果，哎，为什么？好奇怪，这是什么粒子效果？叮，咯铃。需要守护者吗？感觉不需要哎、欸。嗯，不然反正就是无论反正就是核心要一个人吧。啊，嗯，对吧、啊？核心要一个人在那边守。啊，干嘛？他打我干嘛？打波，打波。哦、他玩贵族哎、欸，他也是带那个打他，等一下就打他就好了。替换机。好坏，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太坏了！我们这场就是只打波，只打波，有没有？等下就躲在家里不出来。打波三，打波。哎、欸，这个界面应该没有，界面是他们按的吧？对不对？哦，他应该在跟波波讲怎么玩吧？嗯，应该讲规则。嗯。静安安。团团，你等下要猎龙吗？你说晚一点啊？对啊，我晚一点应该坐回家更新完哦，看看吧。好，对啊，对啊，然后等下要提早回去。OK 吗？行。没办法，我明天被叫到吃早餐，所以我原本想说明天再回家，就变成今天回家。哦，吃早餐。对，今天要早点睡。OK， 有了。奴哎，暗杀刀。开始。等一下，我要研究一下。真的，初始剑暗杀刀。哦，好的。挖木头。突然之间找不到矿、欸，他们来了，这么快，这么快，他们来了，我看他躲过来了，他要跑我们的那个吧台，附魔，哎、欸，附魔台有没有挖起来？还没，先挖吧，矿工先去挖。我忘记了，我记得是可以接挖起来的。哦，没有，他们挖矿没有，我看错了。那我们在干嘛？啊，只能凑木稿。我身上有快铁了，你要先拿吗？没关系，你先，我还好。反正第一阶段我们基本上也没有要干嘛了。嗯，对吧？还好还好。哦，自动跳跃关掉。啊！叮！突然觉得好 peace 啊，怎么会这样？等一下就不 peace 了，因为你这句话。来，请给我你的铁。不，请给我你的石稿。好，给你。
我想说再跟一次讲话。没有没有，我们在这，我们在这。看一下哦，来，这是公家的史稿。哎，等一下，木头不会重生吗？怎么重生？会吧？会吧？怎么木头木头住嘞？哎，对，哎，哎，哎，应该有发现吧？发现报告了，还是只有绿方才会这样？是这个 bug 了。你打一下。木头限量。哎，他们也是。木头限量。他们都发现了。啊，好吧，好吧，我们这一场就先限量吧。资源缺乏中，人也没那么多，其实也还好啦。如果人多就比较尴尬了。我把书跟附魔台放在家里面了。你要不要先拿个东西？你先对对对，箱子那里。你先藏起来，我怕他们会来乱来。哈基最喜欢偷东西，偷东西。对啊，哈基最喜欢偷偷来了。你就是脚下挖一个洞，然后把箱子藏起来。那就先给你们。我去把瓦切，阿迪木头，哎，木头修好了，这么快？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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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哎呦，这是金龙还小吗？哎呦，中午了，有了，我虚弱了，了我变废物了，还痛，我是废物，废物是你，耶、yeah, ，我们都是。我只要一个，谢谢，我走了。看一下他们在冲啥？哎、欸，他们骑马过来了啊！哎呦喂啊，这干嘛啦？跑去我们红石矿干嘛的？没人。而且还全身全套装嘞，好扯。哎、欸，我们有结界是吗？他们没有，没有。他们那个、哎、全套装了啦！哎呦，干嘛啦？哎呦，哎呦，要去你们那边喽？牛绕走了。干嘛啦？咪露，你小露米，你是咪露露米哦，你是露米哦，露米。不要这样。没有没有，以后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叫露米咪露。咪露，我还叫露露米算了啦。露米。好，叫露露米也可爱可以。哎，我把铁放旁边哦。他飞屋了。干他！干他！打不透，我打不透啊！他缓速，他缓速。交配他，交配他。我只是个刺客。这个阿廖，我是废物。回来吧，等他回来吧，你没有装了。哎、欸，他死了。欸、可是我杀，我也是刺客，我杀人呢、欸。哦，你也太废了吧！你有虚弱吗？我好废。有啊，虚弱啊。怎么讲？我拿斧头跳砍呢、啊。好扯哦！哦，我刚刚是拿剑呐、啊，蛮快。哦，挖了他们一个绿宝石啊。好爽哦！太爽了，有挖到就是赚，真的。啊，杰瑞给你保管。欸，所以你们有坐庄吗？没有。要先帮你们坐吗？好啊，先一个人吧，先一个人。刺客先吧。刺客要穿衣服哦。没有，现在白天可以穿一下，白天。哦。现在中午，中午虚弱的时候保护一下。要24个，对不对？哦、对，我拿了，我快可以了，我差两个而已。哦，我这边有16个，不用不用，我有了，我有了。好了，我要去对，又来，他弄你，他在弄你，哦，好痛，哇，他在骑在马上，他没有吸掉，我绿宝石，他没有吸掉，掉了吗？有吸，没有，在我身上，有延迟，有延迟，哦，有延迟，对。来，可以继续挖，来给你，给你，我们去跟他玩，乱乱来，来乱乱，不要打死，啊，妈死了，妈死，妈死，妈死的汉堡，走喽，去看他们有没有在偷挖绿宝石。那些发亮的是什么啊？矿工会发亮、啊，他们一大堆发亮哎、欸，对啊，哪边发亮？那个结界石吧，哦。哦，有可能哦，结界师，结界师的结界，介夫棒，他可能是结界师，有一个结界，就可以把他打掉。Help me, no me, 阿尼，你干嘛了？没事，那是什么？我问号。哎、欸，我
你快跑，你快跑，我玩到灵敏度了。等一下。啊，我爆了。我看到我刚刚杀人，我没办法。没有，他们在家，他们在他们家，他们在他们家。哎、欸，我有两个安诶、欸。你继续，你继续，你继续。掉安。我刚刚身上好像有矿，应该是没矿物了，所以还好。九八九八，他又来喽，小坏坏。巧克力的玩法就是一到第二阶段会马上那个发光。有、嗯、啊，我怎么样？在我插鞋子而已、啊。哎、欸，我放进去了，你插什么？哦、好好好，没有 ，OK，OK。OK, OK我不能戴帽子啊！我死了，巧克力在中间，你们可以过去啊。来了，嗯，现在没有 TNT 了。哈基换话，他们来挖我们的稿。他来挖我们的什么？挖我们的稿？不是，挖我们的红绿宝石，换他们要赚了。嗯，我先放一个陷阱。啊，按错。等一下，等一下，我没办法打他，有可以打他了。我死了，哪要帮忙？我来了。水底下是不是？嗯。啊，我死了。隐形。哇，天黑黑。后向反击。哦，那我今天如果有红石也蛮重要的，因为要换剑石。嗯。啊、哦，繁星，你在他们那边玩啊、哦？吗？哦。啊，我们都在家里。哎、欸，他们都发光了。对啊。哎、欸，现在隐形会突然现形哦？会吗？你有突然现形、现形、现形吗？哎、欸，真的哎，为什么啊？嗯，对啊，哇，那我们还两只刺客都这样，有点亏，有点亏，哎、欸，打想一下啊，刺客。好亏哦，我们选到了 bug 职业。要反应一下，要反应一下。刚才讲有反应，反应啊。对面感觉好可怕哦。对啊。我多挖一点红石。他干嘛、啊？我示范给你们看，你们杀我。他刚刚我刚刚听到他在笑，应该想到哈哈，你怎么站在那边给他们杀？我在那边发呆。就殊不知，其实是要示范而已。所以现在这样正常吼、哦？那这样刺客也太烂了吧？背对会触发背刺，所以背刺的时候，背刺。我刚刚离你们都很远，发光。一样会现形。哎、欸，繁星，你要铁吗？不用啊。它现形不是发光，是直接没有隐形效果。刚看你信，嗯，自己的显示 bug 吗？可是以前不会这样啊，以前没有这个显示 bug 啊。嗯，嗯，他刚刚说他看到你，你刚有发光吗？被他们打的时候，他说你背刺会有发光。诶、欸，这是背对我们，反了吧？是你，他们要背对？喂。欸哦，所以刚刚是刚刚我发光哦，你们对你发光，我们再打你的哦。然后刚刚我说的是说，就是晚上的时候，他那个会就是照理说隐形应该右手就是我们会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手嘛啊，我们但是他刚刚会突然闪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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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然后其实我们的矿工跟你们矿工也会突然闪一下，闪一下。哎、欸，会哦。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有一个会突然闪。我知道结界师被结界师技能影响到的话会发光啦。哼，你们没有结界师吗？没有啊，没有，没有。不然就是等一下你们记录档再借我看一下。好，我可以截那段给你看。好好好，感谢。好，呵，慢走。不是啊，不是啊，不然讲什么？是啊，是没错啦。没事。现在谁的经验值最高、啊？技能是不见了，技能要怎么买？技能要去用铁锭一个、哦、去那个职业商人那边。好，铁锭在我身上，铁锭在我身上。你怎么会敢拿在身上？因为家里也没人啊，还有人来了。刚讲完有人来了，哪里？门口那边刚要过来。书跟武器，武器没有啊。哎、欸，我在家里面。哎、欸，是杰瑞吗？所以你刚看到杰瑞吧？对，是杰瑞。你看到的到底是谁？杰瑞，我把那个绿宝铁金都放进去了。绿宝铁金，都好。所以结界师的哪一个效果？哦，巧克力又来了，还有基础附魔哎、欸，哪一个效果的？等一下哦。我要先付吗？你们要付什么？我现在18而已。哎、欸，你不帮他打吗？啊，我死了。没有啊，我想说结界师哪一个效果会发光啊？好好奇。影响到，影响到，影响到，只要被影他叫、哦，只要被那个影响到就会。影响到就会发哦。嗯。So this name？ 哇，小心哦！我跑一下。龙米特效，龙米特效。杰克是什么啊？忘记了。杰克不知道。矿工、嗯。哦，是矿工哦。对，他发光矿工。这么凶。嗯、然后他就直接死。哼。又骑马。骑马。哇！大团战。哇！也飞太远。吃个东西。我要把他推到旁边吃东西。我这边还有红萝卜。嗯。啊，继续挖东西。为什么啊？对哦，现在是正午哈，是不是我们都有虚弱、嗯？难怪刀打不痛。来了来了。我没办法帮你。波波。波波在 1.8 吗？啊。啊我死了！这个人隐形，这个刺客人感觉也太多了，东西掉光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乖乖的挖矿。约定乖乖的回去挖矿、欸。你怎么把时刻绿宝放在这啊？哦，对啊，我想说你们可以用，哦、很危险呢，会被拿走啊。我想你们可以炫耀，可以炫耀，可以炫耀，可以炫耀。放在哪里啊？啊？你附魔台跟那个是放？到里面啊？没有啊，没有啊，我刚没看到，还是我刚刚把拖？哎、欸，看错箱子吗？看一下。欸没有啊，对，我就跟你讲，他们会偷。看，我就跟你说了，是不是有跟你说了？叫你要带神像。哎，是不见了吗？还是不用，我觉得被拿走了，一定是被拿走了。可是输在我身上哎、欸。没附魔台，然后让我去买附魔台。应该是刚死，我死掉的时候掉了，因为书还在。哦，是哪一个、啊、巫师吗？书在。我忘记哦，法师，哦、好贵啊，贵死！我努力当老公，好，把你挖回来。你的书在哪里？是放进去了，刚放进去。呵，嘟嘟嘟嘟，好掉。嗯，贯穿弩，都听到枪的声音，哦，灯的声音。
包包在附魔那儿。嗯，你们要附什么？我先附。我现在才16，刚刚附了一次。16等哦，没有就先附个，你就附装，看附装先给别人吧。我想要先看能不能多摸几个。嗯，对，想摸一下。啊，刚讲完就天眼，没关系，那就不能偷摸了。啥呀？巧克力进来了，他怎么走这么快啊？嗯，哎、欸，骑马吗？家里怪了，那谁啊？不好意思，我打掉了巧克力。哎、欸，还要放外面。TNT，TNT。我知道，我知道。为啥可以走那么快啊？技能嗑药。他是哪一个？哦，骑士的技能是冲很快，是不是？不是，他手上刚刚拿东西。哦，说不定是那个他给他的结界师给他的东西。刚刚赌博啦，加到他们跑去赌博。哦哦，赌博有，就他蛮多的啦，想起来了，新增的东西。